西北后料。 今天呢，我们很荣幸又再有小姐姐啊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我们戴口罩嘛。怕双下巴。怕双下巴，怎么这里？那这个再有双下巴。哎，今天我们是来到哪里？爱琴海呀。爱琴海，浪漫哦。哎，我们是来找爱琴的。OK， 它这个是一个老店来的哦，它就开了很久了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试试看它的。OK， 来走。 哇，今天我们来那个爱琴海山东尼哦，是，它开很久啊。这个是老招牌来的，老招牌啊，老招牌的，这十多年了。有久不久吗？有啊，有十多年了。我记得我以前就来吃了，不过没有小小了，哎，以前就来吃。以前啊，你的年龄给人家知道了，因为我的老婆家贵啊，我开车过这边，我看到他的山东尼，是，每次很想进来，对，但是我因为。 我知道它是肯定，只是说我不知道原来对面有这么多的北京啊，所以你们要来的话呢，对面有一条路啊，对，它是那个九龙以前面的往左边啊，对，那边走过来就很方便了。它这边的主打哈，它有 Western 跟 Asian， 所以它 的 Asian 呢，它有这个红糟鸡，红糟鸡，有很多传统的食物，然后也有鸡酒、黄鸡酒。 哎呀，是不是好像有点客家？哎，对，红酒啊，对，红酒是红酒，红酒啊，唔爱客家红酒啊。今天我们先来吃 Asian food， 来，大哥的单哈，叮咚，这是 mushroom 红糟 ，mushroom red， 红糟菇类，红糟，红糟吗？红 red white base 啊，对，很香啊。 哦，真的，很入味哦。嗯。嗯。嗯。And then 它的那个，mushroom 很 juicy，the mushroom is very juicy。And then 呢，the sauce is also so good。它有黄酒的味道，就是没有肉类的。就没有肉类的。有肉，它只是有那些木耳啊。对。 然后那个 black fungus and enoki mushroom， 对，刚才我试过了啦，它的奶茶很香奶味，很好喝。给我搅一下，奶看它的板蛋在下面。对，你要蘸地先。嗯。喂，什么感觉？不会搅哎，但是我没有试过这个味道哦。嗯。 然后呢，它这个板蛋讲真的会甜，对，它就是一个jelly，好像那种QQ的，不是很Q，但是它就是，我不形容啊，好像山芦来的呢，嗯，沙锅来的，所以它的沙锅又不会很甜，又有板蛋的香味，好，它两个mix在一起啊，真的是很好的组合。这个是，来，这个小姐姐试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的favorite，粉红色女性啊，也是一样脏，它的玫瑰香味真的很浓，哇哦。 哎，这个很适合女生哦，我觉得很适合女生。以前的古比亚有乌拉马拉嘎的，他们有给乌拉马拉嘎的哦，看得很爽咯。good咯。有。等下，那个，我跟你讲啊，它的咖啡呀有不同的层次感，你知道，弄麦胶也完了。如果你没有搅它的话，上面你喝到，它的咖啡味比较浓咯，那你差中间点，你就喝到奶味咯。你差到完，那你是喝到乌拉马拉嘎的味道咯。筛选成不一样。也不一样啊，所以讲啊不一样哈，这个好喝，这个好喝。这个赞。那个这里，这个是黄酒鸡，收下来，小姐姐讲，请。来 ，try 它的鸡肉煮到真的是软硬适中，很赞的，很多木耳，带有点微甜，但是它的那个黄酒的味道很芬香，而且它又有点黄酒会甜，糯米粥，对，然后姜的味道又不会说太酸了。 它的酱啊，cover掉它的那个腥味，哦，很好吃哦。这个是米刷，米刷哈，来，小哥吃啊。哎，请。不等哦，听讲是伊
特别定制的面线啊，这里是补加工，加粉啊，加粉啊，祖传食谱啊哈，这个它的 ingredient 里面呢很多一下，你看用很用心，而且它的料放的很足，你知道吗？它又有放这个木耳黑木耳，然后很多的香菇，然后姜丝，然后哇很多，又有葱花，还有打力蛋，它有打力蛋下去哦，它的汤真的好香，好good啊。 我嗅到味道都说过了，都还没有吃。哇，很香哦，它的汤很香哦。这个整碗是我的，你们不要抢啊。我们吃完不能讲话。还没有吃就嗅到那个味道了哈。来，这个哈密瓜馕包。对对对，然后跟我说，这个是独立 special，不在menu的。不在menu的。你们还没有拍，我就已经嗅它的那个。是。你看。 过我出N我味道，拿过来我出N我诶，肥瘦适中。嗯，哎，一比啊，耶，一比啊，一比啊喂。然后呢，它的辣椒干呢，它有那种拌着那种味道啊，很适合它的那个香气一起。这个一样的啊，很喜欢。它们 mix 下去啊，哇，哎，good咯。来，这个我们吃中西合并的当归鸡。 很special，我这个很special。我要先点，我也想要试一个嘞。我要试一个。先来，先给你，先给你。哎，这应该是中西合并啊。这是中西合并，哎呀，中西合并，哎呀，是当归的味道，不会说太苦，太药材。啊，它不会说太药材的感觉。它药材的味不会太重啊。味道很好。嗯。而且它的那个它的 sauce 有点得力呀，得力呀，感觉这样，嗯，好酷哦，搞屁大呀，老陈，这个是迪拉比亚咸糊啊，咸糊，咸糊了，迪拉比亚咸糊，咸糊，嗯，怎样？不过呢，咸蛋的味道是真的很不一样，你看，给看到它的咸蛋里，哟，啊，吸口咸蛋的先，这个不要让你们哈，我先来呀，你吃，嗯，boy。 鱼肉也是煎到很脆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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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natural. 咸蛋黄，你看，咸蛋黄哦，对，很 good 哦，很没有哦。诶，这个啊，它的 mushroom soup 啊，很特别，是啊，它还有 toast bread 的哦，它 toast bread 啊，又还有放蛋的哦。对，要切一下嘛，还是要切？切切切，它那个手撕啦。 很 special， 因为每次 mushroom soup 他们是配garlic bread 的嘛，所以它这个 roti 它是有放蛋煎过，然后你再闻到那个 mushroom soup 看，这里的厨师他很有创意的，对，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，嗯，会很特别哦，这个 fluffy 跟来个 double richness， 对，西北料。